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嘿，优秀！阿西拉 baby 然后想说，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我是觉得完了，我是被弄了。然后后来就是，我在来之前呢，一直在收集情报。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棒棒糖队员有来过三位，小玉跟浅姐嘛，也跟过那个小杰哥，然后小杰还有王子。然后我来之前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到底全明星运动会好不好玩？他们就说，小玉就说，我建议你们去买保险，我怕你猝死。我想了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对，然后又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新闻，然后就觉得已经很怕了，然后毕竟这个年纪也没有常常大运动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就说拿那个家宝，我就来了。太扯吧，犬哥开完记者会就来练习，太扯了吧。我们要欢迎我们犬哥，你帮他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黑脚。噔噔噔噔噔！我有你们这些黑脚新团员啊！因为我们是黑脚，嘿，优秀！阿西拉 baby 啦，好了 ，one two three， 阿西拉 baby， 阿西拉 baby， 因为我们是黑甲 ，one two three， 黑甲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那个我是黄队的红尊，我想加入黑甲，而且做个坚定，来，来爽，坚定，知道吗？干嘛？做人要坚定啊。你说这样，对，跪着，跪，上，到跪，跪，上上去，上上去，叫叫叫，哇，是，转正面，好，三，二，一，欢迎加入黑脚，哇 ，yes， 欢